好，各位傳媒朋友，各位香港市民，好多謝大家的關心啦。今日政權對我哋兩位議員同埋一班市民嘅檢控，個罪名大家都聽得清楚啦。呢條罪叫做莫須有。我哋作為議員，作為普通市民都好，我哋已經去到一個我哋爭取民主、自由、公義，都要連我哋嘅人身安全、自由都不保嘅世代。但係我想話俾政權知道，話俾全世界知道，我哋作為議員保護市民係我哋嘅天職，我哋無畏無懼，亦都無怨無悔。我哋作為市民嘅保護傘，我哋會繼續守住，同市民共同進退。對於過去一年發生嘅事，我係感到同市民一齊進退，保護市民係我一生嘅光榮。我嚟緊亦都會繼續守住，去到同市民一齊去到前線，繼續爭取公義，爭取民主自由。呢個係我哋一直嘅信念。我亦都相信民主派要更加團結一致。我請大家咧，市民同我哋議員都企埋一齊，攜手對抗專制暴政。